我们国民党现在最需要的是团结。我们上个礼拜三在金门，您看陈玉珍讲得多大气，就是团队是最重要的，个人可以扮演各种角色。我是想请教，美丽岛电子报说，您的总统看好只有3%，那国民党支持率应该持续下滑，怎么解读？对于个别的民调，我不予置评，但是我心中完全没有任何个人的想法，我只有国民党好，只有国民党赢。2022选赢最重要，2024我们一定团结推最强的候选人。但是现阶段，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打好这场选战，在各地我们都会提出最好最强的候选人。